吃完午餐，一会儿出发盘龙古道，带香儿下来溜达溜达吧，哈，小香儿，他们去造黑水箱，我们遛遛小狗，我们没啥黑水箱道的。哼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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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家伙。这有一个碑，上面是一只鸡，杀鸡。这是杀鸡还是鹰啊？感觉好像是一只鹰，但是又像他描述的这种呈灰色、褐色。放这儿吧，杀鸡。放了一只，咦，先生跑哪去了？啊，跑那儿去了，给我回来，别往那乱跑，还想往马路上跑，过来，走了，走了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冲啊！快来，来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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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谁家小可爱啊？谁家小可爱？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冲，快冲！别拐弯了，快冲，快冲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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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香儿，小香儿，我们走了。快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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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冲，快冲，快冲！哎呀，真乖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哎呀，我们香儿好乖呀，现在又叫回来了，是吧？还这么乖呢？嘿，我们出发，带我们家小香儿去盘龙古道，我们去看世界，好不好？来，坐上你的窝，我们去看世界。走喽！哎，把它放好，别掉下来了，砸头上，砸个脑震荡。坐好，坐好，坐好，我带你去周游世界。世间大雨滂沱，你要藏好软弱，万物苟且而活，无人为你背负更多。冒险前路颠簸，人生本就曲折。Hello， 嘿，嘿。你叫什么呀？你还要慢慢的，我打个招呼，你也要打个招呼是吧？前面马上就到盘龙古道了，哎呀，这边有好多这种骆驼。光伏电站，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，从此人生尽是坦途。加油！加油，年轻人！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盘龙古道的路的山脚下，往上面走就是盘龙古道了。而且这边已经在开始下起了点点的小雨，说明这边还算是暖和的，十几度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盘龙古道，但是这个盘龙古道怎么感觉没有图片上看着那么拉风呢？虽然说它也是盘，但是感觉好像跟不太对的样子。那这边就是很冷，天气很冷，我们拿无人机飞一下看看，有没有那个视频上的那种感觉。这边还挺冷。三千多了，好吧？你直接停这儿啊！哼，是这儿吗？哼，飞起来就知道了，是不是？飞起来就知道。
我们也无人机飞一下。好了，我们也飞一下无人机。这里不是那个盘龙古道，所以我们要接着往上山走，貌似还很远。出发，这算是小盘龙古道、盘蛇古道。刚才有几个女司机，那开车那是真危险，一个轮子都是差点从那个弯道冲出去了，给我看的，吓我一跳，在我旁边。我们来寻找土拨鼠，不要怕不怕人。哎，跑了！哎呀，跑得好快！这个是他们的洞，洞里谁放的还有饼干？奥利奥。这边是真的冷，看那两个小家伙，看那两个小家伙就在那儿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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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来，还跑还跑。这只土拨鼠好肥啊，肥嘟嘟的。哎，钻洞里的。你们没有见过吧？这土拨鼠拉的屎。看，里面还有它的尾巴呢。哎，进去了。我一说它的尾巴，它进去了。看到没？看到没？还在里面。看。看到没？看到他了吧？还在那里面。出来，出来，快来，快来。出来，出来，好的，洞不深。